底子还不错，现在我教你一些运用青龙之力的术式。又来？坐下，闭眼。青龙乃是无畏的重建之力，它的力量可以随着宿主的意志，将寻常的物质转化成任何的玄冰利器，做到攻守一体，进退自如。之前你也见过我兄长运用青龙之术，但是你只有比他更厉害。 才有机会打败相柳。不是吧？这怎么可能？闭眼，屏息凝神，一叶障目非不是，两耳凝神闻八方，抛出杂念，感受周围的一切物质，让自己的意识与青龙融为一体。 没关系，你已经很好了。早点回去休息吧。 走这边。 将城中百姓安全撤离，并且命令所乘将士做好备战准备。我将领命。沿着关道太过招摇，我们很容易被发现。这边有一条山路，我们可以走捷径。安全起见，我们还是弃马进山吧。就没有人问问我的意见吗？ 相柳比城墙还高，他的牙齿比人还大，特别可怕。所以啊，你也劝劝你们老大，咱们不是他的对手，不能白白送死啊。我从小就跟着老大，他去哪我就去哪，他一定有他的办法。哎，没事，向大哥，我老大很厉害的，没关系。 送死，我也劝过了，可他们一个个视死如归的，说不通啊！
没事吧？快带他走！可是，如果他死了，就没有希望了。快走！好，那我们之后在近乎的码头驿站会合。千金，小心！这几个人甚是怪异，不要恋战。 千千，你那边也没找到啊？他们是不是还没到啊？那我们暂时就在这里安顿下来，等着老大他们。嗯。哦，好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完全好利索了，一点都不疼了。 芊芊和陆三呢？当时情况紧急，我带你先走一步，我们找地方会合。坏了，我这陆老弟整天傻乎乎的，他不会出什么事吧？我们赶紧去找他们吧。走吧。我自己会走。 怎么了？你要是再跑，你就放心吧。我要再跑，你就咔嚓。好了好了，走吧。